月十八日，2018新时代少年梦想秀公益盛典在东方好莱坞横店隆重举行，数百名有志少年齐聚横店，在绚丽的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梦想，挥洒自己的激情与活力。明星大咖、爱心企业更是助阵活动，打造一场璀璨盛宴，演绎行业责任与爱心的永恒音律，为孩子们带去温暖和关怀。据悉，这次少年梦想秀有不少影视明星大咖助阵，聂远、田亮、印小天、杜奕恒、岳丽、卢勇等等。除了众多明星，还有很多一直长期支持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各界企业领导出席此次公益盛典，一起为这次公益盛典加油助力。聂远亮相红地毯，田亮、印小天、杨明娜据了解，在走红毯时，有一位来自中娱传媒的小朋友吸引了不少记者的眼球。他与其他孩子打扮不同，穿着一身红色古风长袍，像是从古代穿越而来的侠女。终于传媒艺人李雨涵据了解，小艺人李雨涵是刚结束剧组的拍摄任务，立马就来参加这次少年梦想秀公益盛典，不仅衣着鲜艳，在个人才艺上也十分出众，在舞台上表演拉丁舞毫不怯场。据了解，这次少年梦想秀不仅明星阵容强大，而且真正做到了原少年一个梦想，多位明星大咖与孩子零距离接触，现场教学，将自己多年演艺经验交给在座的孩子，岳丽、卢勇、魏楠等老戏骨面对面聆听。据悉，此次发起中国少年梦想秀时尚盛典的目的，就是通过此次公益，让更多的明星艺人、企业家及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关注留守儿童，关爱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未来我们幸福集团将继续秉承大爱的慈善理念，承担社会责任，用爱加冕。